啊，咱即马开始，我要讲，甲大家讲，药啊要开发是一件无简单的代志。但是，咱即个，我毋是替伊讲过，我是要甲讲台湾之光啦。我们台湾之光不只是王建民吼，我们台湾人也有那能力吼，去制造新药。伊安心公积金，你甲看嘛，已经九行吼，有提出迄个申请，还有几行已经得到迄个。美国，吼、哦，药物食品药物检验迄个管理局，哦，人已经一个通过啊，咧核准安尼，吼、哦，啊，即马阁其他诶拢伫申请当中，所以我要甲大家讲，咱台湾人比未比别人较输，是咱迄个环境无，啊，甲迄个政策对无，吼、哦，大家拢知影即个新药啦，我真来讲这個啦。因美国后壁伊，那么因咯嘛是同款的研发发展新药啊嘛，因基本上因国内嘛是爱用即个因发明的小新药啊嘛，啊伊要爱输出，好，比如咱输出啊咱台湾，啊咱台湾健保局要不要给他许可嘛？啊就会改即个审核对不？啊即马讲变一个虾米几副两端审查啦，较早是一个专家来咨询，即马变成讲奇怪。啊，那个其他迄个人民代、迄、那个民众的代表，吼，啊是多了这侪人入去，变较复杂，变成两段式。啊，有人讲啊，因到底因的基本上的迄个专业伫倒？啊，是咪讲啊？大家拢有伊讲的道理，拢有讲伊的方法，拢讲伊遐有诶无诶？啊，这是咪讲延迟？延迟即个新药来台湾，互咱台湾有急要用的遮个人。是毋是阁伫咧，阁变慢？啊，人要爱即个药啊，要救命，啊，是毋阁变愈慢？大家就在质疑啦。咱即摆来看即个新闻，一个今年的大概七月，吼，咱阁继续来观察，啥物拢爱通过啥物全国健保啥物给付项目，即个支付标准的共理会议啦。哇，你看即个肉肉等，看即个肉肉等，看起来就敢若怪怪啊吼。咱我们来看嘛。大家来检验嘛，看伊这种二段式的审查够合理吼？一个药啊，要摕到咱个台湾的心，咱台湾人的心胸来用。我刚才算算的吼，保守估计，伊假是讲什么四五年，我感觉不止啊。像咱台湾人安尼做代志拖拖刷刷吼，啊，佫变一个有诶无济吼。我来讲啦，七八年、七八年少不了。但是你想讲吼，因都咧用迄药啊，等于国内药，甲咱台湾摕落这个药啊。可能都要等七八年，啊，错失这多需要治疗家的人，伊的生命，那生命有黄金时期嘛，救命有黄金时期，你治疗也有黄金时期，你是不是伫咧？但是我要甲大家报告，较好的消息，让大家知，咱是啥物？是小米家，咱两个大兄是啥人？就是日本甲美国，伊若有好的新药啊，直接落来讲台湾。来帮咱台湾啊，所以这是一个较好的消息。咱不管是咱台湾人的能力，还是讲日本人，还是讲这个美国人，迄个能力啊凝聚起来，咱袂输外国差偌济。所以这是资源。吼，大家莫讲啊，伫小米酱，咱刚刚要予人定一个无好的头脑内面，唔是，这个无好通当你保护掉的。你知影无？咱周围你看中国。咱讲较歹听的啦，即国家是两毛国家啦，是讲即马出一个习近平，他们有在打黑啦。但是咱个观察，阁唔知影咧，因为中国人吼，因咧沉积下来的那些垃圾哦，就够复杂吧，这无法预估。咱即马人台湾够好，咱有两个老大吼，咱日本，甲咱美国，甲咱帮忙，咱家己阁拍拼，较太输人。那可能个比以色列个还好，对不对？那是歹讲安尼啦。但是我想讲，咱一定爱家己本身先拍拼起来。然后以色列伊是安怎来敌恁国家？我都当个别一个单元讲，给大家听以色列他们的一个辛苦啊，他们一路走来啦。吼，我即马是讲这个药啊，吼，新药啊啦。你看这二段式诶，这个我们再看看，伊个别变啥办吼？好啊，我希望讲。咱嘛要一个新的展望，莫讲，落下流氓政府创到安尼无啥啥，即要得到新药啊，即困难着。哈，啊，因为就有一个单位啊，讲咧统计都
统计讲，咱2010年甲2014年这五年来，新药啊内面用偌济，伊要做一个统计，主要是要吼这个迄、那个健保局做一个参考啊，主要嘛是让大家了解讲咱台湾用偌济新药啊。你为什么药价咱爱知识作假？你本当爱人谈的，就是爱人谈。咱台湾基本上的新药啊，拢比其他的国家更加俗。为什么药啊药费要涨？一定有伊的理由。所以为什么那个新药很难上市？就是讲咱核准的那个很严格。啊，到底是咱有甚物一套较好的政策？多些药价合理，吼、哦，啊，够让台湾人民可以快用到。哦，啊，这是做一个统计，让大家了解讲，新药即马目前咧台湾倒一地较得悬啦。因为一般吼、哦，癌症的药就即地啦吼、哦。啊，即、這个迄、那个红色的即个是迄、那个抗凝血剂，所以让大家了解咱即马台湾用的新药的分类是侪、這、吼、個哦。啊，再过来讲用电影看即个医疗界讲白色巨塔，告诉大家应该知影，医疗界嘛是有伊的迄个内幕啦。但是我重点要甲大家讲，你不管你是讲要器官移植，还是讲要迄个要转诊啊，什么安乐死，还是代理孕母，不管你从什么方法，你拢爱尊重人的自主原则，你袂使伤害的原则，甲你爱利益这个别人的原则，吼、哦、啊，主要是爱公平正义，这就是一个伦理政策。你袂使讲我医生是老大，我想用什么要、啊、怎么给你开刀，这是我高兴。你要合乎法律啊！即马是安乐死哦，个即个法律吼，状况我唔知啦吼。迄代理孕母即马是不可以啊，但是即迄个外国行之有年啦。啊，即个拢是爱法律内面爱尊重即个病人伊的需求，你袂使讲我欢喜变哪做。吼，啊那个正确用药爱五大核心啦。即个就网络去点来看，因为时间有限，我重点甲大家讲，就是你要清楚你家己。你的状况，我告诉我，上帝给你三张批，就是要你检讨，你了解你自己无？再来，你药单，我告诉我讲的，药啊摕回去爱小看一下吼，你爱了解药啊内面的内容是啥物？吼啊，清楚你要吃药啊用方法，啊做你自己身体的主人，吼啊，甲药师甲迄个医疗人员做好的沟通，做好的朋友，吼、啊、不时去甲问讲问题是啥，甲当作伊是厝边安尼啦吼，你啊加强你迄个知识啦，我感觉这最重要的。啊，若讲地下电台，即个大家拢知。我讲啊，遮多，即摆恁回去搁听一个，即摆回去坐车搁听人迄地下电台咧广告谣啊。你若讲啊，我讲羊羊酸搁要买，哦，安尼就袂使啊。安尼我讲是白讲的，大家要知影这道理。若要甲你介绍，要听即、這个，咱要听即个广告，咱就爱筛选啊。啊，上好是咱当场拒绝，莫听即个电台。啊，若要甲你介绍，你嘛甲讲，我袂使啊，阮非你甲把推掉就好了。啊、你别讲听到信就真走去买哦。我今日要讲这个法律吼，法律大家应该拢听较济啊。我甲大家做一个复习。为啥台湾甲这个朝鲜嘛有关系呢？你知影朝鲜吼，到底大家知影朝鲜半岛伫倒无吼？甲一个狗啊呢？这就是一个要塞吼，那個、大国都想要，都想要抵这个所在啦。啊，当然日本嘛，伫上近啊，伫边啊。啊，大清结果就顶头嘛，大家拢要爱这个朝鲜这个所在，啊，伊抢我抢安尼啦，啊，变成讲吼，这个因有一个叫做日清天津条约，就讲这个朝鲜哦，足侪作乱的啦，派别啦，吼，啊，因就爱出兵嘛，不管你也要出兵，要第一朝鲜吼，你拢爱通知我，大清通知日本通知大清，啊，这个有一个天津条约，啊，伊嘛是一直乱吵吵，朝鲜的乱吵吵啊。啊，伊嘛是讲要出兵，要撤兵吼。啊，大清甲咱日本帝国吼，迄阵就是咧捡家己啊，捡甲超袂平，都发生一个迄、那个伫咧，即、這个迄、那个红海诶，红岛的海战，吼、哦，就咧朝鲜有一个港口，吼、哦，即、這个黄海，啊，造成即个日清的甲午战争，吼、哦，啊，变成伫诶1894年即、這个8月1日啊，就宣战，大家来看吼。1895年4月17日下关条约，安尼经过偌久来算算的，啊无8个月哦，你大清帝国就叫拍输去，啊所以你北洋舰队是毋好看的呀？我咧讲啊，硬体重要，遮侪军事的啦，北洋舰队哇遮厉害，大家拢看好大清帝国会拍赢，为啥呢？日本
甲小小几顿而已，人就怕压力。你嘛是爱作战的策略啊，对不？啊，你大清帝国的中国人去讨管理嘛，啊，作战的方式嘛，还敢对？你袂使讲我爱这个尊驾，真好哇，你厉害现代化，但是你不要操作啊，你嘛不要作战的迄、那个迄、那个战略，拢袂晓对不？吼、哦、啊，所以咱对咱家己嘛是同款，你袂使讲我空有自己的一技之长啊，你不会用也没有用啊。你也要用在你自己适当的工作，在里面要怎么做，要条理分明。虽然你很有知识，很聪明，啊，你是不是要用在对位置对？啊，你要怎么去接这个工作啊？怎么去治理啊？这要有一套的方法。这应该秘书长也是讲，迄个江苏老公嘛，这个下官对哦，就是大清帝国明明白白来这个证明，将台湾平哦。挂牛啊！咱日本天皇，英文叫 Emperor of Japan， 请你记下 Emperor of Japan， 因为咱看拢是迄个汉文的雕刻。你有能力来，你来看这个，这个英文的，因为英文的解说佮汉文的解说是佮无同款哦，用词最重要的哦。诶，唔是讲安尼直接翻就叫做对哦，所以大家在学习迄个 keyword 重要的迄、那个。咱的迄个天皇，即、這个伊就记起来 ，Emperor of Japan。伊即老讲嘛，即清楚大家看嘛，大清帝国的皇帝嘛，从即、這个，反正条约内面的利益，来，和大日本帝国大皇帝就是 Emperor of Japan 天皇，啊是何伊姓吼，何日本姓，就是第一下即个皇天吼，即、這个较复杂的所在啦吼，只爱弄牛哦，迄、那个日本。第一款、第二款的第一条下关这个概述，哎，画界内面有一挂内面的迄个利益，吼。咱来看第二、第二款的第二条跟第三条，要挂什么？来，台湾全岛甲伊复苏的岛数，啊，甲平湖，啊，伊个经纬度是啥？北爪夏欧里，他没有窃据哦，他没有大日本没有窃据台湾哦，人家这是证据在这里哦。啊，中华民国讲窃据了，对咱过来讲，咱讲天皇嘛，日本天皇保有所有权，来咱一条一条把这个日子记起来，对咱台湾有啥物建设？正经人当作殖民地吗？殖民地伊敢无咧插你坐咧？我甲你做加南大军大尊吼？哎、欸，你知影这开偌济无？你知影？这应该你看，算算的啦，搁追加啦。5000万日票，5000万呢？伊也要把你当作殖民地啦，经济剥削啦，通好你做这吗？伊把恁台湾人从迄个什么纳税税弄重一点就好了，干嘛还帮你建设？你经济剥削干嘛建设你？我剥削你现在有的，你就进产，你就给他交税就是啊。哎，大清帝国是咪来对待咱台湾？因中国人用的方法，拢共套用人个日本人嘛对人安尼。哎、欸，你中国人对恁家己中国人民安尼，啊，你即马讲日本人对阮安尼，其实伊即马就对咱台湾安尼啊，对不？啊，就少年之心嘛，对不？度君子之腹，对不？加南大尊呢，这偌大个宫殿呢，得比迄个讲万里长城搁较长。但是万里长城是甲因个族群之间甲分割，即、這个。加拿大军是甲咱这个日本大臣民，甲咱台湾人苦做伙，甲你惜命命。啊，无伊去甲你建设是创啥？爱开钱呢？哎，5000万日票偌济？几年前你家看？应该这毛七八年，不这十年我看一下。加拿大军你家看？1920年嘛，啊，咱今麦2000也快20年了，安尼算算嘛要100年啊哇！加十几年了，嘿，你看人家搁做这用的，你讲要100年进前的迄个5000万的日票偌大呢？人家你投资安尼呢？啊，人家进前甲你剥削，讲糖安尼甲你做，搁甲你做建设，什么纵贯线、纵贯线嘛，甲你做好好，甲迄个大清大迄个大清迄阵哦，做甲迄个新德的迄铁轨拢无合规格，拢甲你拆拆开，重新做纵贯线做水水，人家是日本人做。好、哦、啊，过来破烂会嘛，来咱来看破烂会一下。你看人个清查，怎啊？这彩色个哦，
你看人咧穿衫已经遮进步个啊、喔，有遮成现代无？你莫甲讲遮啥，你那大家莫讲一只嘛对无？迄阵日本就是讲第二家安尼啊，好啊，大家拢安尼嘴笑目笑啊，啊只建筑物吼，拢遮你看有哦、喔，啊个大家拢走去佚佗嘛，他有闲，好有钱够有闲，会再到走去佚佗，风景区啊，还有建筑物啊，你看拢遮现代啊。你家己看大清帝国，伊那是啥物？草做的、木做的，我你家己去做比较。吼、哦，啊，今麦要来讲迄、那个，即、這个造户口啦。大清帝国212年，你台湾人拢咧台人台湾人啦，无啥物什么什么格式啦。还是讲吼、哦，因为迄个郑成功不得已才勉强帮你在治理台湾嘛。来造户口。他212年，他有造帮台湾人造户口嘛？是日本人帮我们造户口的哦。那伊也无讲爱你这个台湾人做伊你的兄弟，伊要给你造户口干嘛？他已经把你当做你他的人民了，他的臣民了，给你当做伊台湾人是伊的一部分啊，伊干要给你造户口呢？你看第一次葡萄1905年，那伊十年都给你传落好啊，台湾人几个人，安尼造户口。啊！你也不行啊！怎啊？通我找到你的人？啊！那大清帝国，你死啊！外口人不知去啥样诶，对无？啊！你讲大清帝国对咱台湾好无？好伫倒？好、哦。啊！个迄个因本来就内地延长计划了啦。好、哦，有分即个三个阶段。那伫1937年迄天才正式皇民化，好、哦、你考虑两年。好、哦、啊！你正经歪做日本人，啊！你就转去中国。啊，若改日本名，啊，再来，1945年4月1号就是讲实行迄个民治宪法，就是讲你已经有迄个参政权、参战权，你是用的人啊，所以我有你这个权力。啊，你殖民地刚好我给你权力，我就全面剥削你就好了，我干嘛还给你发声，还你选当议员、选代表到日本内地去，来发表你台湾人的心声。他就是把你当作你是我的，你是我的臣民了，你是我的一部分了嘛。啊，人美国总统阿彪迄个占领权是啥物？人太平洋战争嘛，羊毛出在羊身上，就是真的打输人家了啦。你敢侵略人家珍珠港，人家美国人哪有可能放过你？安尼拍几年，拍四五年，啊拍输啊无条件投降，但是咱台湾率机用牺牲去啊。伊那两个迄个日本那个原子炸弹、啊、投进去了，按人家亡国嘛，至少牺牲了台湾。啊，吉田茂他有想说，我们还会再回来。其实他内心还是有台湾呐、啊，只是因为迫于因美国，必须在跟美国做一个协调妥协，才去签那个旧金山和平条约。我大概等下个大概讲，咱已经啊记一个教训，就是讲。那个壁纸，1946年，这个5月21日，伊就将迄个台票无做一个迄个壁纸的迄个变化，你4万块的迄个古台票嘛，无这是第二届，咱看，伊用1:1换迄个台湾银行券，先甲古台票先换这个哦，先换好好，啊，伫1949年。按落讲，4万要换一块新台票，伊甲旧台票紧换者，了后再来甲你讲要4万块旧台票换些新台票，伊安尼赚起来赚偌济？安尼大家拢台湾人拢去跳河，迄楼是无遐悬的，袂当跳楼。安尼我即马互你钱，即马4万块换4万换一块，你嘛袂无愿意着哦？何况是迄当时的4万换一块，啊，所以这有效应无？这还是多少人家庭呢？台湾还是熬下来，你知道吗？就是台湾人有他的生命力存在，哦，他有本质很优越，很厉害的，哦，不管怎么样，我们现在台湾民政府就要重整我们整个台湾的体系，哦，那个旧金山和平条约就是让台湾未来的迄个法律的地位，就要靠这个，迄个旧金山和平条约这个时间，希望大家记起来。那你的新台湾论呢？会使先为时间来记，你较好记，吼、哦！啊，你对迄个历史安尼有贯通，啊，甲迄个法条有贯通，正经较好读。我拄啊开始读，我嘛读袂来哦。
我读袂来哦，因为这是法律。后来慢慢啊，慢慢啊，哎，有兴趣起来啊。为简单的来了解，为时间性来做了解。哎，我对这趣味的，为啥这新的物件，我较早拢无教学，迄个接受。我甲知影讲，哎，开罗会议啦，哎，波茨坦什么宣言啦，啊，甲知影这迄个中国人教人这款的嘛。国训三号平条我毋捌听过嘞，正经毋捌听过。但是迄个是咱台湾未来的地位，伊就是无爱互你知。因哦，请一寡迄个什么？下面因迄下面研究什么机关呐、啊？迄、那个御用的哦，因御用的迄个学者，去研究下面开罗会议啦，什么波茨坦啦、啊，什么什么什么啦。伊刚好去研究旧金山和平条约，台湾没有知的权利，台湾没有。都讲讲啊，讲你就是开罗会议，就是已经害台湾啦吼，甲台湾害了因中华民国。咱来看这个吼，我其实要来讲这個。这个开罗会是在1943年十二月一号，迄阵搁在战争当中，蒋介石无要认真打日本，吼、哦，派迄特使想要甲日本讲和，啊，美国知影，就叫伊爱较认真嘞，甲讲，哎，无咱来一个开罗会议来开一个，啊，开的条件咱来看，来这个条文一只嘛吼，啊，大家来看这个讲是不是条约的迄个格式，先判断一下吼，吼、哦，大家来看，伊意思是讲。日本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在太平洋占领窃据的，因讲的啦，拢透露出来。伊过来讲到讲机关咧，讲去台湾去咧。台湾在1894年甲午战争，啊，甲1895年，迄阵下关条约已经挂予迄个日本天皇啊。你即马1943年，你讲去到尾较久的代志。甲台湾再看看落去，你时间性就怪怪嘛。你要讲落讲，即马1941年，哎，佫无讲较远着。你看，即已经要50几年，你咧讲这即奇怪呢？啊，就是迄、那个奇怪，咱要安那奇怪？伊讲内面啊，讲伊要在即个土地吼，甚物土地？讲 have stories 为偷摕出来，讲台湾即个土地是日本去偷摕。我甲拄仔讲下关条约。他就证明你讲偷摕，这才无公平嘛。Have stolen 就是讲偷摕，这就是唔对，唔是偷摕。第二，你中华民国讲要废除，就该就讲伊废除啊。你单方面哪会使废除？我欢喜废除，啊你无你签就是签啥？大家拢讲来废除，这就无合理。过来人民伫宪法施行。啊，已经不是殖民地啊，这是永久不可分割的土地，哪有可能搁予你害你？啊，搁大家来看这个台湾这个地图，这是牛啊呢！啊，咱这个台湾是迄个日本刚建设一个完整的一个台湾，咱即马看的台湾地图有无？还是伊日本甲咱建设一个完整的迄个主权？较早干安尼尔，大清帝国，大清帝国这是殖民，讲台湾人殖民呢。啊，咱是要安怎害？因的土地安尼尔，你是要安怎害啦？你甲我讲要安怎害？啊，都无同款的土地是要害啥？来，我甲我阁讲迄个会议的内容格式。啊，若讲即个开罗会议是一个条约来讲，啊，坦白讲，来你一个格式都唔对。过来，伊这 restore the to 就是讲要害。啊，你若讲是条约，条约一定是讲割让嘛 ，said。唔是割让，伊是返还，所以伊根本就甲人骗讲这是条约，万一讲这是条约，条约本来就 set to 啊，你为虾米讲这个 restore it to？ 你讲我要互你，讲我要挂互你，迄无共款呢？这个嘴咧讲尔，这是要酒盖酒吼，讲你认真作证，互你唔是讲真金要台湾互你啦。啊，过来，这是战争当中的嘛。啊，这就宣称而已嘛。啊，你若要依据，就是你战后了，大家再坐下来谈那个条约都要设计的，不是讲你等下啊，凊彩三个国家等下我咧维维，我咧爱维啥就维，天花乱坠乱讲一通。人这设计你看，1945年迄、那个8月15日，日本天皇导航到你即马1952年，这个条约安尼你要促成，中间应该有7年对不？人个条约是安那设计的，干么凊彩互你在那黑白讲，我这就是条约。然后呢，战争当中有
感谢这么多国家，怎么能够你三个国家当然私自享受？你知道多少国家？刚才有说吗？51国在签署，那48国通过。你这个开罗会议可以服人吗？你可以服人说你这个是因为这个条约你把台湾割就还给中国，你可以服人吗？你们这些御用的学者，你们认为你们研究的心得是什么？告诉我，你把这些的问题，我加加冠高调来，你讲给我听。啊，你开罗会议嘛，加吃尔，你是要研究偌济？你干尔吃尔，你是要哦？御用迄个学者是要研究啥？那你为啥买去研究旧金山和平条约？落落等。啊，你甲解说讲，伊御用学者甲解说来，即高调，即高调就甲你。给你堵到你的心肝来了啦，刺得你很痛了啦。啊，所以御用学者是在领薪水的，对不？啊，是要为他们宣传而已。啊，伊敢有良心？良心甲台湾讲事实有无？台湾民众敢有良心甲恁讲事实？哦。啊，所以这个根据开罗会议这样无啥啦。啊，即马过来讲些这件嘞，当拿一般命令第一号嘛，我甲大家讲了。啊，老公，这个啦，日本战对中国的战役是战败的吗？他是战败国吗？日本是战败吗？日本若是战败的话，他自己直接来接收，干嘛要美国一号一般命令第一号叫麦克阿瑟来就盖就来接收？你不是讲你战胜，你战胜日本啊？啊，你自己来吃吧，为什么美国叫美国人给你欢呼你来吃？啊，所以这你要思考的。哎、欸，我怕赢，但是我叫你呀、啊。啊，我唔是怕赢，但是我叫你叫，是不是？啊，所以大家要有一个概念，啊，讲签署这个导航书，唔是讲就盖就以中华民国的领导人去签的，伊是盟军嘛，派伊去签的嘛。嘿，那个将军的身份跟迄个中华民国的总统还是无共款的。啊，你个参落去，讲人迄失败，啊，特别个。讲真嘞吼，这个投降书吼内边有伊代表的两个迄个角色嘛。Emperor of Japan 是啥？我甲你讲，日本天皇对不？啊个 Japanese government 日本政府嘛，所以伊有呼日本天皇甲日本政府是无共款的，你袂使南南做伙。所以咱的迄个台湾啊，所有权主权就是 Emperor of Japan 下关条约已经写得清楚的。哦、所以不管是什么那个开罗会议波茨坦还是说这个日本这导航书那向外面宣称你刚碰上了现在碰上一种碰上啊、哦、各国了解这样而已啦啊他就没实际的那个说只是告知啊有这件事情但是那法律又比这种会议这种投降书更高级的那签的白纸写黑字那个层次是最高的当然是以旧金山和平条约啊，上来给你管理的什么开罗会议，诶，宣称的啊。啊，哪讲，迄是咧骗一寡三脚鸟的啦。啊，咱台湾人迄阵就无了解，就变三脚鸟啦。啊，我嘛是啊，我嘛三脚鸟有丢的啦。啊，大家来就才看迄本啊了解。我都唔是啊，我有撇步的咧，我即马唔是三脚鸟的，我是讲给大家听，对不？哈、嗯。好啦，啊，咱即马要讲到这吼，讲到迄、那个来。大家跟他说1945年十月二五，请问是军事占领还是光复节？啊，请问这个军事占领跟光复节有什么差别？有人会使跟他讲没？我跟你讲嘛，啊这，我跟大家讲吼，军事占领就是讲吼。咱怕输，对，怕输啊！人甲咱讲，对不？啊，这是因为是光复节，咱先来讲光复节。我家己的国家去用占，啊，我甲，因为我战争，我甲怕输，我摕回来，这是我家己国家才叫光复。我这都唔是啊，我是代占领而已，我代美国占领而已，占领你台湾啊，这叫做军事占领。你光复什么啊？台湾从头到尾也不是你蒋介石、你们中华民国的啊，没有证据啊，公开是你的啊，啊，你公开罗会议，我就跟你讲啊，开罗会
就会议就是骗那三脚猫的嘛，三岁小孩，啊，我嘛是做过三岁小孩跟三脚猫，所以这么大家醒起来，自己国家才这样光复，我们不是中华民国的，我们是被占领的，所以才是占领嘛，不是光复节。啊，过来，哎，到底是上起占领让，谁占领我们？美国军事政府哦，好 ，USNG 嘛，来。大家看一下这个标记，这美国的国旗嘛，对不？啊，这军事占领旗，这样拢爱记起来哦。啊，这日本旗，啊，这咱的迄个 TGG 的旗啊。后面有人甲你讲，迄个占领旗啥？你甲摕起来。哦，军事占领，这是咱迄个解密吼、哦。第三步，大家再回去看。啊，讲啊，到底迄个蒋介石甲迄个美国到底什么关系？在占领啊 ，Principal Age React。Relationship 嘛，就代占领嘛，主要占领全国就是迄个美国嘛，美国和蒋介石去占领台湾嘛，你糟蹋无路啦，只好安尼了无，哎、啊，就登回不去他们南京嘛，就是啊，无我这，和你反共啊，因讲是较好听反共，啊无你就假先和你徛起安尼，啊徛起你就，你伫南京是你的主要政府所在地啊，你若变成伫台北咧，啊是安那台北，伊是安那来台北？流氓吗？是不是流氓啊？流氓。ROC 就是一个那个政府，什么政府？是流氓的 ，exile 嘛。所以为什么 Chinese Taipei 就是啊？一直讲 Chinese Taipei， 较早都唔是咩 Chinese Taipei 啊，我那唔是 Chinese， 那国讲 Taipei 啊，来个怎样？就是流亡政府嘛，中国流亡的政权就在台北嘛，对不对？吼、哦，啊，大家就讲。啊，到底当时要结束军事占领啦？我甲大家讲吼，暂且大家莫想伤多。但是我要甲确定的是讲，咱即马犹原是美国咧占领，那希望美国经过来，这代占领，请你回去，莫阁吞打咱台湾人啊！吼，咱即马就是安尼想，莫讲美国要偌久啦，看咱台湾人的表现，吼，你看人迄个琉球人民政府，因琉球嘛民政府咧，啊，转去因日本啊，偌久啊，因即马嘛是美国人搁伫遐嘛，吼，啊，即马遐个变刷来当台湾，伫咧 A， 人即马叫做 AIT 啦，即马就伫靖国路100号，吼，就是吼，即个就是旧金山和平条约，伫咧1952年4月28号生效，就是根据这个条约，台湾是。被他占领的是，他是主要的占领全国。好、哦，这有讲过啊，我跟你讲嘛，这三条请大家记起来，为这三条开始来读《旧金山和平条约》2B、4B、23A。好、哦，也《Japan Renounces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for 那个 Formosa and Precatories》，这就是迄、那个，安尼统称叫台湾呐、啊。啊，迄阵台湾的本岛叫 Formosa， 啊，澎湖叫澎湖。我讲，以这片。讲的就是迄个 Japanese government， 不是这个 Emperor of Japan， 所以无同款咯吼。所以因日本政府放弃台湾这三项就是讲，迄个一切权力，甲我拥有这个台湾这个名字，甲我有这个台湾向外口宣称讲台湾是我的，这个可能，这个台体，这个 right， 甲放弃，就是管辖权放弃。那个 sovereignty 这个主权，游完在日本天皇的手头，因这三项是伊的组成分子之一，但是不等于 sovereignty， 请你要清楚一下。这个主权的权力会使放弃，但主权的义务袂使放弃，是天生自然的。所以《美日安保条约》其实奥巴马要很有勇气的跟大家讲，可是时机还没到来。伊讲《美日安保条约》钓鱼台包括嘛。我讲啦，那时间对啊，伊会讲《美日安保条约》基于台湾，对不？最近就是安尼嘛，因为这《美日安保条约》，日本跟迄个美国咧保护咱台湾。吼，啊那军事占领全国23A啦，吼啊四 B 是讲伊这个军事军务对台湾有处分权跟支配权，这三条一定爱记的，这一定吼、哦、军所一定会考的吼、哦，公然泄题安尼。吼、哦，啊，这个大家讲吼，为什么迄个流亡政府也是来台湾，嘛是讲我23A代占领嘛？啊，但是因是迄个代理关系，啊，咱吼是甲迄个美国军事政府吼从属关系，
就是伊是老板，啊，咱是伊的新罗安尼。好，啊，这老板要外久吼，咱看咱台湾人的表现啦吼，不过都有讲过嘛。吼，即马阁剩超二十分，我来讲咱执政之路啦。我先讲李雄比讲，请你把迄个台湾人的法律升值你的大脑，你的价值观以前的，请你把它抛弃，重新根植你对正确的真理跟法理的了解，请你现在赶快你来这边，你就是把它根基到你的生命、你的大脑里面了。日苏美战的是让给法理地位的，是让给主干，拔都拔不掉。还让给专业的是你要去找这个亏，做这个亏。不管你是头读什么，你为头个背，比如讲我即马选教育的，我都虽然我不是教育出身，但是我对这个有理想，过来把教育的物件我提来看了解。阿伯也要做一挂专案，就是伊个方案，吼，咱要安怎来做？即马我即马就开始咧想这样吼。这就是讲咱个专业，为头甲尾吼，好好甲研究，迄就是咱个吼。啊，再来，咱一定袂使贪污个嘛，做咱个应用。所以咱即个树啊，就是要壮大起来，根苗就慢慢从2008年2月2号台湾民政府成立到现在5年多，这树啊，这个苗已经愈来愈大长，用来扩大个力量，对不？是不是？即个大家记起来，三基来念，免惊讲你伫接受即个课时阵，即个头路时阵，紧往按落倒，来即三条，即三基念囥啊辛苦的吼。咱我要来讲即个乌人的计程车司机，咱台湾民政府阿摆要接即款，咱的法律，咱的中心思想就是你小比讲，没有第二句话，吼啊一连串咱爱走的，起码咱跟着秘书长的脚步，一步一步走，踏实的走。走向执政路，一定能够走向执政之路。啊，边有人跟你讲啊，迄袂使袂使，迄袂当，迄就是来干。他就告诉你说不可能执政，什么讲啊落个俗个，就是要应用你的思想。你卖插伊。我们林志升博士带领228，就是他唯一他控告美国的。我们华盛顿 DC 也有我们台湾民政府的办公室，我们就是唯一能够美国军事政府唯一就是授权我们台湾民政府。我们就是会执政，我们照着美国他的要求来做，我们一定会执政。不要听别人讲那543的，你的中心思想要很清楚。哈，你这一连串的，我这台湾民政府今晚让我来做。我今晚要来讲迄个计程车司机，我这嘛是爱讲，虽然时间要到啊。要讲这个故事吼，我大概是一种观念，因为普遍咱的迄个中国社会吼，中国教育拢是。啊，人话一你就一，人家喊二你才喊二，你没有自己的想法。我讲这個故事給大家听，要讲一智慧也给大家听啦。我换一支手了，有一么算啊？有一对吼白人的母子啊，走在路上，大家拢会坐客轮车对不？啊，伊嘛坐客轮车，黑人开的客轮车开过来。哎，囡仔拢捌看过黑人嘛？就讲妈妈。迄、那个黑人看下，这黑伊是毋是歹人？啊，俩准你是伊的妈妈，你要讲啥？你要怎么回答这个小孩？你要教育小孩啊？你到底你要怎么去教育小孩？你是要仇视，叫他仇视黑人呢？还是你有一番你很特殊的一些智慧吼，爱要教你的囝？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你的答案是什么？我也觉得非常惊奇。我说他妈妈，显然他妈妈不是仇视黑人的，那讲遮水的。就讲遮水气的，伊讲啥会知无？伊就甲囡仔讲，你知影咱有花园吼，花园拢有种花对无？啊，请问伊讲种花是毋讲菜遮水的？伊讲因的籽是毋拢乌色的？安尼我安尼讲你就知影嘛。咱也要看一个人的表面吼，还是讲肤色吼？安尼你的眼光是非常短浅的，你只是看人家外表的东西，你只到这里而已，你的 label 到安尼尔。啊，你若要讲家己搁较厉害的吼，你就要看目睭搁较干净、搁较远的物件。咱秘书长都看这种干，眼界就很高了。啊，我们可不可以拥有这样的眼界？可以，看你愿不愿意投资自己。然后你甲迄个计程车司机安尼讲啊，哇，伊目屎都擦擦掉，讲从来无人甲我安尼讲。我真感谢你安尼甲我讲，我感觉讲吼，我家己唔是细卡的啦，我还是被人家看得起的，我真感动的。所以，咱看代志，咱做代志嘛，袂使做过表面的，也是边仔个人甲你塞弄的，你头脑就清楚的。
啊，搁第二部曲就讲，即个计程车司机有后生嘛，伊就走去迄、那个人喺公园去看人放气球。啊，就有一个少年人嘛，啊，伊伫公园卖物件，啊，伊若心情无好，拢放气球。啊，迄、那个乌人个囡仔就看伊讲，哎、欸，即、這个阿静吼，哪会拢一直放迄、那个？哎、欸，毋是放迄个黄色个啦，啊，绿色个，也是讲迄个蓝色个，啊，红色，那无咧放迄个乌色，又走来甲即个叔叔问啊。讲阿姐，啊，为啥你拢买放乌色的啦？哎、欸，这乌色彩，这个气球，大家嘛无捌看过。啊，你要安怎解释？来，互你解释。有人要解释无？你要安怎甲这个囡仔讲？同款嘛，道理甲都同款嘛。你甲迄个囡仔梳头讲吼，你知影气球为啥会飞起来？有人甲讲为啥会飞起来无？伊是毋是伊气球内面底物件？对啊，啊，就甲你讲嘛。啊，就是你脑筋内面底的物件嘛，你才会飞起来啊！啊，你若无迄气，你是嘛来飞起来？重点来你讲啊，你即个下骹内面的物件嘛，你就是脑袋瓜决定你嘛。人讲你的行为决定你的价值嘛，人的价值是价值你安尼，毋是价值讲你生哇，你有够烟斗，你有够水哦。啊，迄个是迄个昙花一现的，迄人会摇起变歹对无？哎、欸，我较早少年嘛才水的，即嘛有点仔变了魂歹去啊！啊、你敢袂使看我外表安尼来批评我，怎个来看我？请问大家，即卖美国总统是黑人啊白人？那是爱甲美国总统鼓励一下，掌声鼓励一下。所以，咱袂使看轻讲，伊是黑人，咱就甲伊虾米下定论。即卖为即个二次世界大战了后，遮尼侪迄个白人的总统，无一个像奥巴马才有气魄的，对不？所以。人后人袂较差啦，所以咱袂使看人无点。吼，即我主要是要甲大家讲，咱爱知影咱台湾嘛袂讲较差，咱台湾嘛遮优秀诶。吼，所以咱家己爱本身，咱家己爱落来团结啦。吼，我来讲大脑的迄个运作过程。我即摆讲话，大家拢接受到我的讯息声音嘛，对无？我讲北京语甲迄个台语嘛。啊，我你是毋要储存起来？啊，接受我这個，啊，你看你要保留，要储存嘛，好的，家己去存起来，歹的就甲我筛选掉吼。啊，若无好的，甲我讲啦，我过来改吼。啊，是毋是要分析？我大家踮边啊，甲你筛拢，甲你尿尿酸讲，哎、啊，台湾政府是诈骗集团啦，啊，我们不会，台湾民政府不会接政权，安怎安怎？来，你要筛选无？要分析无？爱筛选，爱选分析。啊，来控制讲，哎、欸。我筛选分析了，我变控制我的迄个行为价值。啊，就来到我是虾米人啊，对不？输出对不？安尼我讲出来，大家拢知影。啊，你也讲出来，大家嘛知影。人的大脑的运作过程都是安尼。来，教育救台湾。那我为遐大脑的接受程度慢慢累积，即、這个教育的迄个态度跟教育的内容就是在这里。你知影为虾米一系列？他们亡国数百年，然后在那个英国那时候大不列颠拥有了一些殖民的地方，伊就被有迄个犹太人复国，啊，他们一波三折，经过五次的迄个犹太人回到他们这个他目前的这个地方，哦，经过一就波折很多，犹太人也很可怜啊，尤其是在二次大战不，希特勒不是抬迄个犹太人抬干呢，杀红了眼啊，600万。他们犹太人、以色列能不团结吗？他被人家糟蹋成这样子了，人家那时候他有机会复国，他当然要找这个机会，然后把握这个机会。所以他们现在对小孩子的教育是多么的重视。哦，那个，我很想放一个影片给大家看。哎呀，蔡先生，等一下有空放给大家看。人，你对以色列你的印象是啥？人是安那教育的？我甲多少讲 ？I have a question。我有遮侪疑问呢，来老师紧回答我，大家拢举手。老师都阿伯伯开始讲诶，譬如讲我即马咧讲，恁拢规个人拢举手。恁囡仔就是安尼呢，啊，咱台湾人毋是哦、喔。哎，老师卖叫了我，我卖看了目睭，卖看老师，甲老师卖看着。我较早细汉嘛是安尼啊，老师讲谁知道，谁愿意举手？我伊咧看我，目睭都卖看伊安尼，惊去互伊点名。啊，人那教育跟人教育哪呢？所以我要跟大家讲，以色列是怎样？他们就是问问题，
你问题的脑筋真的在冲撞，对不？虽然讲我即马安尼，讲伊讲一句，伊讲一句，刚才在冤家哦，唔是哦，人在把问题，还有把答案找出来哦，人不是在吵架哦，这个讨论完了就恢复平静哦。啊，人台湾人是 Q， 有淡仔 Q 咧心肝内降温。我们直接对谈，你也不要想说，哎，我要很深层的考虑这个，啊，就慢半拍啊。当时踊跃的在提问题耶，然后提问题学习还不够，还要给你凝聚力量，好，你实行出来，马上就做出来。好，哦，哎呦，你看关怀这个社会世界，不是跟国家尔，啊，追求真理，啊，你挑战，哇，我咧惊你挑战，啊，重视家庭。那个蔡先生，你甲这试一下，啊，影片有大家看一下，这个试一下。这是迄个《远见》杂志吼，我感觉袂歹，吼，大家分享一下，敢袂使开？你先想看一系列以色列对你们的想法是什么？问你去思考，有啥问题拢提出来，老师会当教你的，还是大家互相来参考、来讨论，就是这个答案。做实验，实验不是讲我咧那个生物什么实验室哦，你不断咧实验，啊，找出答案。家庭才重要的，啊，那教育囡仔，啊，都各只看住的吼。因是拢爱做兵啊，查某的啊，因为因周围才侪敌人，应该保护因的国家嘛。因对因的同袍拢有迄个感情哦，不管你咧做正经时阵，你拢爱背着你的同袍，不能放弃每一个生命，这种团队的精神。在这嘛，欢迎大家去看一下，你这迄个新的物件吼，咱需要新的物件来破破咱即嘛，互咱诶中国社会、中国教育先后迄部分，咱来甲剔除，有新的想法，吼、哦。这提供个参考，啊，这嘛最重要，我要讲吼，即、这个诶、今年的三月吼，即、这个迄、那个小明目善行的咱家国际班的上课，啊，即、这个伊是因为传说中迄个天照大神，啊，即、这个是迄个大国主。大国主就是他们的建国之神，啊，你若讲迄个天照大神哦，那个还要讲很多故事。啊，我重点要讲，伊讲哦，利益是迄个砥砺人民的方法，是用有时刻苦。啊，我天照大神，我是用迄个希腊字，请问这有啥无同款来？下面叫做那个希腊字通底，就是讲吼，我天皇派令你这个太政官，吼，或者搁一个官，咱先甲讲太政官，来治理人民。
我是用教育方法，他们就是一个人民。我用教育方法，教育你知影这个知识，让你有创造的思考，让你有知影的物件，这就是叫做迄个希腊子。你希腊子哈，你看哦，日不天皇一世万代，因就是安尼教人民的，人民对伊服从甲爱戴。你家看，你历朝的迄个西方也是迄、那个中国也是迄个朝鲜，因拢画遮侪朝代，因为伊无甲人民人当作人。你中国社会，咱嘛爱了解中国人哦，了解中国人了，咱知影咩啦气度中国人迄部分。伊甲人民，你看伊这创作的面就是甲迄个目睭灵突破，即、這个叫做人民的迄个名利，目睭灵突破，不要你知。即、這个有时刻苦的意思是讲。我把你的人民当作是我的财产，你是我的奴仆，我是要安尼给你赞，要给你落，要给你拍，我欢喜，我甘愿。吼，啊，当然下骹手的迄个人民，一寡人阁不满对无？把你按落倒。当伊阁做王了后，伊嘛是用这個方法对待伊下骹的人民，阁来一拳，阁给按落倒。伊同款安尼，因就一直轮回，一直轮回。中国社会就是安尼，枪杆子出政权。我不择手段，我只要赢过这个政权。阿伯，我欢喜要对安尼，我欢喜。因即马共产党嘛是安尼嘛。你有啥物言论无好，赶快甲你直接变变，无就是污名化，是入罪于你，甲你关起来，无就甲你拍死。啊，恁中华民国拄啊来台湾，是毋是嘛？对咱台湾安尼，啊，无你二八事件是为倒来，白色恐怖是为倒来，赶快一样画葫芦，赶快因中国社会就是安尼。啊，人迄，咱即马要讲的是讲，咱是要用这方，咱人民了解，所以我讲教育才重要。你方向对，你方法对，才重要的吼。我为什么呢？一世万代可以这样延绵这么多两三千年他们的历史，天皇的制度永远没有被打败。好，了解中国教育。因的思想是安那假造历史，欺骗他们的人民。因这中国人迄边的历史嘛是甲迄个日本人污名化，他不跟你讲理由，他给你扭曲，让他们两个民族在那边憎恨。就是中国人恨日本人。其实历史为什么你说侵华，到底为什么日本人要对你们这样？你原因有没有了解？因为你们大清帝国那些人，中华民国那些人都不守信用，所以不守信用，人哪里要跟你？再造嘛，打迄个东亚共荣嘛，他也要解救你中国人民啊，对不？啊，你们在为政者这么为富不仁，咩讲为政不仁？啊，伊对嘛讲啊，恁对恁家己的国家人民无好，我嘛去甲恁解放。人当东亚共荣是这艺术呢，它是好的出发点。那你怎样嘛？中国教育知己知者，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对不？你得了解中国人是虾米款。吼、哦，中国人做官啦！哎呀，我甲讲嘛，我糟蹋你嘛，无你提钱扣来，甲我疏通一下。啊，人咧后壁是安怎？我摕着纳税人的钱呢，你阿伯做官位的人，你摕着纳税人钱给你哦，不是养你这个人在那边挥挥三走嘞，贪污高兴，你甲做代志，做出成绩来，不然你请你下来，你领的是我们纳税人的钱。人因这后壁拢是安尼呢，人 TCG 嘛是爱欧人。啊！他们不要背后放炮，吼！就像以色列这样，你都讲出来嘛。来，我这个讲师讲不好，你讲出来嘛。你敢讲，我来改善嘛。何必后壁给你吐？啊，中国社会就用这款的呀。你不要认为你没有哦。你从你跟你同学同事之间，是不是有这样过？那个就是中国社会、中国教育的代谢物。你自己去省思一下。哦、所以让台湾民进党阿伯要顺应这个马斯洛，吼、哦，为生理哦，即卖就是中国人讲，即卖政府讲啦，让你食穿食饱尔，不要你去自我实现。啊，这个边讲啊嘛，你这边讲，你这边安怎讲？所以咱台湾民进党开始，不但你让我食饱，我爱安全，我袂使在混乱的社会，我无安全，叫用 Q， 叫用什么恐怖情人害对不？还有什么政捷台人对不？也不行，你也要我安全。社会需求，我有人认同我，对不？要我有关，跟人那个伴侣的关系要好，
啊，我敬用尊重，啊，讲你也在实现我的，有这个环境实现我自我想要做的代志。我来面政府嘛要实现我自我要实现的，因为我到这个坎站来啊，我要爱完成的物件，我已经有一定的完成啊。我想要希望讲我咧台湾这个教育，虽然我唔是学教育的，只有部分，我希望我会使读较侪物件，啊，甲人盘乱了解。我希望咧教育方面，对台湾这个囡仔，这个囡仔。创造思考的这个阶段，迄、那个智慧啊，加迄个能力，安尼抱起来，卖叫迄个中国社会继续洗脑去。这是我即马想要做的啦。啊，其他我应该是无差不多啊啦。所以大家脑筋想看卖，脑筋想看卖，恁国要自我实现无？自我实现来，台湾民政府有这个环境，让你去自我实现。拜托大家回去来，袂使讲迄个。台湾轮就先放，先台湾轮放在旁边，啊，你要等头路啊，无啊好啦，建五关了后嘛，就快自我来充实，吼，吼，都台湾民政府要人性化这个政策，伫教育，啊，加迄个咱这个福利方面，要合乎这个人性化的政策，你才会抓到民心嘛，啊，无你台湾民政府靠迄个中华民国政府啥物共款，啊，拢来糟蹋我，当然咱啊甲伊无共款啊。那是咱台湾人自我砥砺，在天皇之下自我砥砺。咱当然嘛爱救咱台湾人，甲以色列同款，咱嘛爱救以色列，救他边啊同款迄个台，他侪国家阿拉伯国家这样威胁，咱拢会创造迄个奇迹，甲伊个价值观出来。咱台湾人嘛会使啊，何况还佫有日本、甲美国在帮助咱。咱台湾哪会使比人家无好对无？好，咱先来看一个影片，好无？我先来讲，这个，你也要建立一个这个单位内面，你要团队。咱先来看影片，这个团队内面哦，有廖白啊，有咧迫害的，啊，佮有咧帮衬的。这个电，哎，你甲提一个，大家看一下吼。你也拜要建立是一个团队，唔是你一个人，啊，你要安来甲这个团队建立起来。这个是一个这个解说，互你大家知影。长对无？伊遮辛苦的嘞，你看你攀遐侪重，对无？负担遐重着。啊，咱拢是即个人，咱拢是即群人对无？爱甲帮衬，爱拍拼，对了是一个团队。咱台湾民进党是一个团队，是一个安尼建设。那、啊、这个中环人就是讲哦，怕哪里啊？伊是对迄个组织里内边无大伤害，但是伊就怕哪里，无奉献，啊，无来无呢安尼啦，无啥物贡献。啊，这就是咧做爱的嘛，这做麻烦的嘛。这种麻烦的人吼，在台湾民间有一挂这种混住，啊，在外口阁有在这多这个阻碍原因。或者中华民国因为黑社起来一挂人要甲你揪后脚嘛。来，啊，请问这个团队要怎阁继续行？哎，人看人哎，有啥人爱运作这顺着？啊，咱是毋是爱有迄领导人出来讲话？所以重点你看，大家合作，咱台湾民政府落的，这个一进之路，就这圆满的啊。是闽南党，你也拜在一个区内面做一个领导人、管理者，你是嘛是爱安尼？
你要安那创造遮个人要听你的话，要互你迄个政策，吼、哦，要甲咱圆满。哦，你回去爱去想啊，什么方法较好哦？我是这就是大概一个点。大家人切灯。好、哦，多谢。即我伫台北州的演讲吼，拢有啊，你也使去点来看。我每一节拢有，你也去点。我们台湾民政府的 YouTube， 台湾的迄个台北州，这也是讲第一个步骤，就是讲吼，你要设定目标，啊，加迄个你的部署吼，达成一个共识。达成共识了后吼，找嘛是怪沟通哦，伊做唔对，做歪去吼，你这个主管嘛爱提出解决的方法哦。好，安尼我甲你解决方法，互你了后，甲你面谈。照是我甲你讲，你有照我步数行无？我甲你记录。啊，到底我考级要甲你拍你的考级，我嘛甲你面谈，到底有照我安尼做无？你即评估的方法。过来第四项就是讲吼，啊，你做好的人我甲你奖励，啊，做歹的人我可能就爱甲你处罚。啊，你适当提出这个训练的方法，互大家拢进步。我讲你这个恶性的这个教导方法，就是讲我要命令你，要给压迫，我不要你出头。但是要良性的教导，就是讲啊，大家互相勉励来讨论，唔是要冤家，来讨论一个方法出来，合作，啊，自信，这就是这个教导良性的教导方式，吼、哦、啊，较早是这个专制的课程的啦，即马咱是学习方面是个人的，咱外口去家己去学习进步的，这是较自我方面的。啊，那这個教导就是讲，我建立一个资料库，比如讲我这套嘛是一个资料库，啊，我放啊资料库一个，啊，大家去甲吸收，迄摕来读。这个叫做互动啊！我这个老师嘛，不一定比您较强，你嘛不一定比我更加无好。我甲都有讲过啊，所以你进步，我进步，我有啥物缺点，你甲我讲；我有你有啥物缺点，我甲你教，爱甲你讲。安尼你进步，我进步，你嘛办嘛有可能是老师对无？我较早嘛是这样讲呢，我较早嘛这样讲呢，啊对无？啊，唔是我比较巧哦，我嘛是讲我有一套自己的想法啊。你大家拢有一套奉献恁的迄个 idea， 恁的迄个创意思考迄个。看到提出来这么好的迄个方案制度出来，嘿，你嘛是足够的人吼、哦。这就是一个方法，教导术、教导型的，就是你进步，我进步，大家拢进步，吼、哦。安尼，我教导者，啊，你学习者，啊，互相学习，好、哦，啊，我是给大家一个迄个思考的点。啊，这七个面向吼、哦，大家对我做会念好不好？来，我要改变 ，to change。学要跟人斗阵，来 ，to live together， 学要跟人分享 ，to share， 学要做代志 ，to do， 学要帮助别人 ，to help others， 学要追求知识 ，to know， 学要发展 ，to be。这个那麦秀公羊哦生出来就张口就可以吃，我们要像狼一样看到猎物，自己有个目标，想好方法怎么去要这个狼的性命，我有食物吃。不是讲咱要爱做狼啊派掉，是讲咱要做像这个狼，有迄知识去吸收物件，放弃咱较早迄个无好的物件，学遐好的物件改变。好、哦，这提供我大家参考，希望这个学习的七个面向哦，大家登记去思考一下。啊，我今日讲到这，啊，这个图片讲给大家听，大家科教方法都用这种方法，这是个比喻。我有新的方法，我会使将我的法案，我要推动的物件，更加容易来推行。好，我这讲完了，给大家勉励一下，谢谢。